耶稣，生活到南条山某个贫困的乡里，到阿松教会的时候，一次车祸，使伊失去了爸母，我不大惊，多令一撮个意外事故在边，又使阿松变作怪咖。阿松有个妹叫做阿杰，平时啊，阿松就是个正餐夹菜的，辛辛苦苦的将阿杰扛大大。到了这几年，伊两个生活又改善，阿杰也考着大学了。你先啊！我睇你做咁样，你睇下。哦，系我自己攞架，自己烧及蛋奶嘛。阿杰冇见我，点冇拎嚟？哦，阿杰崩架哦。哎，伊冇读三年话。是吧？哎呦，乖妹乖妹，你也麦当我就要点样哦。哎，是啊，你先啊。哎，我上次我上到来去旅游铺头，冇人冇见车间啦。哦。杰啊，伊是上紧食了解呀。哎呦。啊，结果你自家养，也就过好啦。营养师拢收到自家买。无喏，无喏，要我来敲嘛。但结果另外只，无得人家兄是更好做。哎，你两个做你定，你无做专业话，你要去迄个好做工课，我无做当先。哎，就是嘛，有得空钱金我就拉。是啊，是啊。哎，你先买，等一摆做。哎，我就怕唔来做。我冇事，晓得交个资料来同你谈。资料。哎。看到那是客，咱就该陪来做老婆。啊，哎，遐是在哪边？就喺度铺街个亭，我冇时得上来跟你打。你实在穿了自己成咩？佮我钱人家去，你再陪小翠囡，我差不多，我来叫你来，好，我呢度冇得啦。啊，你先去行好啊。啊，这两个家是爷爷，伊在遐白过身去，无上料理后事。那无病就叫爷妹出来陪。桑啊，桑啊，哎，你是都陪着太太，好吗？你先吧。伊两个地方呢？江西。江西啊。地方。你信吗？我生我小料都买哩。我定要为你打不过去，你见我就我弄到那么古怪，变成刀炮。哎呀，哎呀，你白咩干呐？就你个花错个咩？我也是我生噶。今年就该个生个大包囝。哦。啊，那啥，红姐红姐，眼眼不通，我要生囝，阿姐。你要是哪条要生啦？我等到梦里才死存。四川呀，一花照顾，但慢慢慢，三十年都弄过去啊，无不好弄，都无知都无用弄哩。哎呀，这不知几条呐，那么好来死你哦！我是信嘛，我全家时间老穿，我放假给去钓虾回来。哎，我是偷着几个资料卖毛，只好叫伊来帮着趟。能当兴大斗大，家家只好错，你睇，阿花错过去个宝，生了十几遍一样，知道啊？好去做十三顶配啊！个斗一响，一块响大，将来你后边个都生个大宝啊！听住先个话，三寸就该错，你若是无知哩，阿二心从这件瓜茶饭出来，个你小心。你是呢？就是，这大宝大能，我唔去，唔去帮咯。听住先个话。该穿，落去无点铺啊，这个面就乌个呀。大伯，有冇一学会落来这样小配合？啊？遐子先，你就听话吧。听话不得，听话不得。阿外孙啊，你这个子娘啊，
4000块太贵了，4000银啊，都还买个摩托车了，3000块要不要？大娘，这摩托车怎么能跟这个活人比呢？俺妹子能生孩子，这摩托车行不行？再说了，你看妹子长这么漂亮，身材又好，论斤两来卖都不止3000啊。这但你敢有听我讲话啊？我这行情我说是就比你实在好。哦，江西家本来我一斤我才5块半，你装一腿毛就是要八斤多斤，搁装着3串呢。哎呦，他们等多久呢？我看啊，这个妹啊是嫁祸人的，3000块，要不要？买就要。大娘，行，大娘，我看这位大哥也挺老实的，我妹子嫁给他。我也就放心了，3000块就听你的吧。好，小妹啊，阿姆啊给你介绍这个啊是好人家，不会亏待你的。行了，大娘，哎，兄弟还急着赶路呢，你看这3000块钱。好，往生，往生，差不多了，你看他给进去。上来，哎，大姐，进来就在。哎，好，哎，哦，不要，你进嘛。我就喜欢这片啊，三川人我可就抬头就下的。哎呦，那买点小酒多，你看你这个黑菜呀，再来搞个这多不得哟！这他潮包，我自己没有欢喜。我妹妹那个倒来好劲，要做到倒来吃醋皮头块，讲欢喜，讲什么就对。欢喜归欢喜呀，这个子女进入进入这个条件，伊可是外世界，那是去走出去，伊就恶出呀。在没？嗯，哦，在。凭你生气后，伊就是在那，迄个那才看你来收伊个心。那是有叫，生出来那么就没有。哎，对啊，你是不是想要就搞？啊，小妹啊，阿松这个人不错啊，很好啊，人又老实又懒落。你嫁给他是你的福气，以后啊要好好地过日子，别想东想西，知道不知道啊？大娘，俺知道了。俺看大哥也是实在人，俺想通了，俺不会跑的。好，那就好，那就好。有这样小以后啊，不要拉那个，好，来，也是不挺好啊？今天就我看老师，何必就该自作自奉这个头档，在没？好，你先看见。大哥。哎。你是不是叫阿松哥啊？我还是叫阿松哥好啊。我这个人是要你叫什么呀？我叫阿芳。阿芳。叫你说是爱干来往家，就要挑家点的。你们这里比俺们那里好多了。上个月俺爹生胃病刚去世，家里欠了一屁股债，俺村里有人嫁在这里，听他娘家说过得蛮好，俺哥就带俺过来了。假的。好。假。你看这个老家小妹该靠车位吃大帮人。早了，俺男人不是人，嫌俺爹生病老花钱，去年就离了。松哥，你是不是嫌弃俺啊？没看，那是家弄几个家门哈，那是家当主买当家老家位哈，那好家带了你们家修起来哈。
自家帮解放妹啊自家帮来。你来看。那小妹她人呢？哦，一颗家省城啊。哦，那她有多大？几岁？22啊。哎。哦，不错。是啊，不错啊，我自家妹不错啊，不错啊。伊说了这些啊，读书是好高啊，年年上第一名啊。哦。他在还没有话，叫做名啊？哦，奖学金啊。我怎么弄自家妹呢？都读书高高啊，又将来有出息，我那些都放心。哎，对了，松哥。啊，晚上在哪里睡啊？我在老屋，你要到哪些么夜里？可是松哥，哎，俺这两天身子不干净。不干净那么多，谁干净啊？不是，我是说，来那个了。来那个？哎呀，跟你说不明白，反正就是不方便。王六。我，哎呀，松哥，你放心啦，俺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过两天，俺身子干净了，你想干啥就干啥，哈。要那个咩？那几块板砖一。哎，对了，松哥，厕所在哪里啊？哦。行到遐方出去，啊，了遐方间物件入去，遐方来东西，哈。哦，那好，那俺先去了哈。松哥，那俺先睡了哈。来找你。像是被爱过是要赞啦，啊，都是叫做相依为命就对嘛。我学着讲就听。无事就转来。哥哥，你转来。哥啊，你先转来。哥啊。我痛。那里面当妈子要转来。我昨日放假，昨下了当妈子，我只要帮你欢喜的。嘿，你讲侬听过了只？哥，我只早听下一声啦，你给我吹个锁，卡死呀！回来。啊，黄子。黄子了哈。哦，这就是阿菊吧？阿菊啊，我老是听你哥提到你，说你人好又漂亮。哪里？芳姐，你先忙你的。哥，来我给你带路啊。你这是什么叫你啊哥啊你这叫我说的啊哎呀没事搞花呗哦该是不会干啥啊啊啊你先叫来呢啥重庆的啊做你好做这事没老婆没事会花街没啊你怎么白天老婆挂起呢你头娘现在就很那是宝贝，那底下真有好大啦！在大王那是介好介王啊哩！介好介王，有影无？我来去问一下。
走了去问吧，你兄弟的话不少想。哎，阿吉啊，吃早饭没有？哎，先给你弄点吃的吧。不用了，我吃够了，谢谢。哦，那我去给你倒杯水喝。不用了，不用了。哎，范姐啊，你是哪里人啊？江西。那又多梦了，范姐，咱们走。你不要厉害。哦哦，对了，这个。哎呀，你今天回来哈，我听就知道说叫你进过来，你那时候都不听着的哈。哎，阿奇啊，你的头饰蛮漂亮的。是吗？一定是男朋友送的吧。不是，我还没有男朋友呢。哦，是前年生日哥买给我的。哎，芳姐，这几天在这里过得还习惯吧？嗯。芳姐，芳姐，你怎么了？阿菊，我看你是好人，我想求你一件事。什么事？说来听听。俺想回去。回去？干嘛要回去？你不是说在这里过得挺好吗？下午孙哥跟二婶都在，俺才那么说的。其实俺是被别人骗来卖的。骗来的？那些人不是俺家里的，他们都是邻村的。去年给爹看病时，俺向他们借了2000块。今年俺爹过世了，他们就要让俺还5000。俺到哪里去找那么多钱呢？后来他们就说要把俺卖了抵债，要不就差俺爹的坟。俺没办法就过来了。真是无法无天。那你怎么不报警？报警？俺是山里人，没见识，俺只是想欠债还钱是应该的。那你怎么也不跟我哥说呀？俺不敢，孙哥花钱买俺，又咋会让人走呢？我哥真是糊涂啊。阿菊，你帮我回去吧。大姐，你干什么？快起来。坐牛坐马也会报答你的。你先起来，让我想想再说。阿菊，多谢你了，俺实在是……哎呀，先睡吧。没有给老公那个
你这话太我没眼去了。好好好。哎，哥啊。嗯。跟侬是一朋友是没跟他准备到这个去。好好好。啊，你是不是准备了？可能差不多了。哦，下子好。哎，哥啊。嗯。我等下吃饱叫阿芳再来去解头毛。为了扫毛，得来打扮用面，卡子呀。嗯是啊是啊，哎，你说好行啊？太水了。那个，我看吃好，然后上次叫我多阿金，你朋友是良心人，好爱啊。好好好。给我哥啊，送你。你看啊，出去啊，就要同一件哎。我卫生间个毛送他妈啷个好？莫帮你找去啊。放心啦，莫搞的我自家叫等来。好啊。哥啊，你得小心哎吼。你拎出去要小心嘛。好，那你帮我去嘛。好。方子爷，哦，没有啊。哎，好了好了好了，阿菊啊，多谢你了。俺，啊，回去一定会想办法把钱还上他。哎呀，别说了，赶快走吧。等一下我哥回来就走不成了。哎，好好，快点。嗯嗯。中巴就是专门开往县城的，坐到县城后你是自己坐摩托车到西村站。俺都听迷糊了，俺想再求你一件事，你把俺送到县城吧。他是俺少出远门，怕走岔了路，要是有你在身边就好了。好，那我就送你去。妹子啊，你人真的是太好了。哎呀，走啦。帮了我这么大个忙，我怎么还能欠你的钱呢？走吧。哎，你等一下，我先去打个电话哈。妹子啊，你有心了。
啊。今仔时啊去地国，因遐所以甲我骂咧。你出生你发无转来？哎呀，遐就无落地啊，一顿外口热死啊！对啊，就是隔壁乡里，遐里也着来抢工房。哎，前面一个咪无转来，某，那我是在派出所，甲我行动指导。来，老魏，放假去哪里啊？好，加咩？Yeah!
Yeah.